这个时候你经得起考验了，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呢，老师鼓励你去接触，啊，你不会被外面境界影响，啊，在这一切境界里面呢，能把你无始无明习气啊，自然的淘汰掉了，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啊，所以五十三参，啊，五十三位都是菩萨，都是佛，啊，那善知识不是普通人呐，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呐，啊，化什么样身呢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啊，里头有善有恶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。第二种呢，啊，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劝导持名，它里面也教人持咒，啊，这个咒是往生咒，啊，有人学，我早年在台北讲经，有一个老居士，年轻就学佛，啊，那个时候我出来讲经，他30多岁，不到40岁。这个老居士的时候50多岁，啊，他看到经上讲，念满30万遍往生咒啊，就能见到阿弥陀佛，啊，他真干，用了相当一段长的时间，念满了30万遍，来给我说，他说净空法师，那经上讲的30万遍就能见到阿弥陀佛，我念满30万遍，为什么还见不到？他就生起问题了，那30万遍是怎么个念法的？这一点呢，那你得注意到啊。啊，你看念佛，这个念佛、念咒、念经，都是一个标准。啊，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这叫念佛。你念30万遍往生咒，念咒的时候还打妄想，念咒的时候还想着看看灵不灵，这就有问题了。啊，把你念咒的功夫全破坏了。所以古人讲啊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为什么呢？越简单越容易摄心。啊，经文很长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你能不起妄念吗？啊，真正不起妄念，这才叫功夫。啊，这一部经读下来，当中有很多个杂念在里。把你的功德破坏了，啊，不是完全没有，大幅度的减弱了，啊，所以咒的咒语比较短，容易摄心，啊，但是最短的佛号啊，4个字，阿弥陀佛，啊，希望这4个字里头别夹杂。啊，这比往生咒容易多了。这往生咒那比念佛难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一定要求自己，早晚课也好，平常，啊，善念也要注意，不夹杂。啊，要注意这个。
啊，思考问题的时候就把念头放下啊，思考完了之后再提起佛号啊，不能一面念佛一面想事情啊，一面念佛一面工作，那个工作不用头脑的可以，那不妨碍，需要用思考的那就妨碍念佛了啊，所以这个不可不能不知道啊，绝对不是说法门有问题，经咒有问题，那可没有问题，是我们自己错用了心，这问题发生在这个地方啊。这是讲到持咒啊，实际上古人讲得很好，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梵语，没有翻译出来，等于是咒一样啊。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下面第三个，华严经普贤行愿品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啊，所以后人啊，这个人就是魏远魏默生啊，他把普贤行愿品啊这一卷，就是最后这一卷，从华严经抽出来附在净土三经的后面，成为净土四经啊。诸位如果将来在哪里看到净土四经，你觉得怎么多出一个多出行愿品啊？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他加在里头的。第四个是后出阿弥陀佛寂静啊，这一部呢完全是寄送啊，一共有56句啊。这个寄子里面有这样两句话，发愿欲祝福是24章。这个发愿是阿弥陀佛发愿啊，欲就是告诉一切诸佛如来啊，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他做报告，对诸佛做报告啊，他发了大愿24愿。与本经呢汉武两仪中弥陀24愿相同啊。那么这是下面第五种，首楞严大师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劝导众生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念佛啊，一念佛心入无生人啊。他还教我们念佛的方法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，都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讲的啊。第六种呢，不住三昧经，后汉肉汁三藏支娄恰成翻译的啊，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大方等大吉贤护经啊，是这部经的意义啊，也就是同一个梵文本啊，不同的一个译本。经主90日为一期，不坐不卧修佛列三昧。这个法门不容易修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一期是90天三个月，三个月的不能睡觉
不能坐住，啊，只可以走，啊，绕佛者走可以，站着可以，不能坐，不能躺下来。修这个法门，要身体好啊，年轻可以啊，啊，年岁大了就很困难，大概40岁以前可以，40以后啊，体力就不行了，你就做不到了，啊。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，善财童子53参，第一位参访的吉祥云比丘，啊，他修的就是这个法门，啊，叫佛力三昧，啊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净土，啊，所以你看这53参。那个用意很深呐、啊，啊，中国跟印度都是有这么概念，先入为主，啊，善财在文殊菩萨麾下成就根本智，啊，怎么成就根本智的呢？执着放下了，得清净心了；分别放下了，得平等心了；妄想放下了，就起心动念放下了，成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他得到了。这个中国人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在华严会上呢，这是初住菩萨，化身大士了。啊，这个善财。童子在文殊菩萨麾下了，证得这个果位，啊，圆教初住，啊，所以老师这才叫他去参学，啊，诸位要知道，真正参学的条件就是这个，你没有见性，没有资格参学，明心见性呢，你才有资格参学。啊，参学的用意在哪里呢？参学是破无明习气。你看，你无明是破了，啊，起心动念放下了，还有习气。习气怎么办呢？习气要在参学里面把它断掉。啊，所以参学叫立思练心呢。这个时候你经得起考验了，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呢，老师鼓励你去接触，啊，你不会被外面境界影响，啊，在这一切境界里面，能把你无始无明习气自然的淘汰掉了，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啊，所以53参，啊，53位都是菩萨，都是佛啊，啊，那善知识不是普通人呐，啊，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呐，啊，啊，化什么样身呢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啊，里头有善有恶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。啊，我们踏进这个社会，你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这些人，那就是53参。啊，我们眼见色闻声能不能不动心？啊，能不动心的，不起心不动念的，你才有资格参学。如果一起心动念，你就被
境界转了。啊，所以参学不是简单的事情啊，参学成就后得之。啊，你。